学红了，医生的脸就绿了哈。咸菜同学，医生的脸绿了。对，因为每天要多吃番茄，感觉生活会更健康。谢谢。好不好啊？谢谢你，今天收获一下。谢谢你哦。好的。好吃哎。这个只是哦，我们初步的还没有到接触哦，只是你要透过一个沙发。所以它今天留在舞台上。对，我们这边先，你可以先稍后坐一下，好不好啊？谢谢。好，他真的很紧张哦，请他帮我们抽出，再来这个他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这个。